告诉客户如何接气啊，对，如何接气啊，这是枪，枪如何接。然后脚踏氧气，然后回到焊机后边，然后接到焊机后边，然后这里，你这个要不要？这里行，然后下去，然后再上来，然后再下去，好，从低位削开始，还要下去，得拆压吧，不是，不是，还是低位削，上来再下去，上来再下去，然后这个枪下来了吗？没下来。然后，那很陡啊。嗯。你家碗怎么不落？然后你再往回退。行行行，然后停。往回退啊？往回退。好，再往前走，能不能再往前走啊？啊？再往前走啊？再往前走是吧？再往前走。好，再往往我再停，再往起起。好，再落，能不能再落下？啊？哪个落下？你踩脚踏落下是吧？对啊。我看不到你的脚啊，那人家知道你他就还以为你施了个法术，他一下他就落下了。然后再我再让它落下，完再让它起来，然后再往后退。好，再好。停，然后你不是先停再退吗？起来啊！嗯，有腰难啊，真的。我去，哦，明白了。那往后退，停。再能不能下去的？啊，下，再抬。你正常，你调吧，别管我。
有脚啊，一条线两条，只要意思一下就行。看着啊。你一会儿想不按才按哪个？这个，这个你先别按，你先别按。好。按你电流脚。